开车的近。就是我小孩，我们现在住的是很少，是吧？你发现没有？我经常有啊。你们山区的经常有，应该不多。我家现在这也很少。以前我们都不在这。就这次吗？以前嘛就少嘛，这不是第一次吗？好像。调啊。你说，你说，电话吗？找着梁真的电话了。对，我找着那个，咱们今晚住那个，哎，找着了，找着了。待会儿再打，我先记下来。你电杆也得拍不对。他戒了。他高血压。戒烟就不好。戒烟不好，戒烟就是不用喝。脑出血了，中戒不好。幺三二六。以后别说。得矿写字儿，我跟你说，你鼻子得矿练字儿吗？这不是、啊？我不是，他我风格不一样，风格不一样，风格，应该他是，他肯定是有功夫的，不是？哎，我现在想起了发展的发怎么写了？为什么？哎呀，昨天真的喝到了。先看一口，大小便这个字，这个字是繁体，因为繁体这个字。是凡人的，是繁体。他矿就是我讲抹盐算个屁，你直接是抹盐食物。这点一个小炒黄牛肉这个菜，这是酱菜牛肉黄牛肉。德矿，大师，我不知道那个老安在不在家，一定要做好我们要走十二上坡公里准备。如果他在家，特别方便。会开车来迎咱们接咱们，你不你不要慢慢走，路好走吗？路全是柏油路，全是柏油路。我得自我点写诗一杯酒行吗？写诗一杯酒多么喝？我给小腾写。来一个麻花烧。我也写。再来一个烧饼。我要给小腾写。我跟他不是路走，我跟他真不是路走。他在沧州。哎呀，阿珍第一次喝酒，一个姑娘是吧？我要给小腾酒喝，我要给小腾喝。高先生还那个魏海波，然后阿庆三把不过关。哎呀，还高岩松啊？嗯。拉了，昨天过了几个庙的废墟。高兴国，他说有个叫阿坚的人。你放心，你俩女儿肯定对你特别好。我希望给他们培养成才是这么说的。我希望他们有机会去留学，但是我没这个条件，就留你学什么呀？学绘画、音乐啊。是个他自己喜欢就是法国。我没合作，我不合作。我当时幼儿园我不是你希望他们去哪儿留学啊？别走啊！我想想啊，加拿大吧。加拿大有画画的吗？我儿子今年不。加拿大也可以。什么也可以？你不是留学画画吗？学的话。有，他有。西班牙吧，那你西班牙乱了，意大利啊。不整。啊，儿子在西藏呢。我跟孙民啊，上次孙民啊给刻了一个那个安娜哥那个禀教沙门一个章，然后我们还给那个安娜哥带点茶和那个茶叶和烟，行吧，那个那您跟那个老安的儿子说一声，你说阿坚跟孙民过去，我们。一共四个人，我跟孙民带两个朋友，啊，反正已经走了大概九分之二了，还有九分之七。三角太多了。
行吧，我们走这边。啊。我们绕到那边。歇会是吧？来车的时候，孙明啊，我看副驾驶没座位，我说拦，你站起来。你可以两个人先走，就说，嗯，你可以两个人再两个再走。一般要有几个人啊，躲在草丛里。哎，这都是那个，这都是孙明写的。还有这个，安好圆圆，还真是。哦，你看老安又瞄了，瞄过了，他没认真瞄，他给瞄颜色掉了。瞄小熊还在吗？丢了。东风铺老院95年初心，那这个还是得差一点。这个是你看，对，好，走，谢谢。啊，那好，那我上次来的时候，我给他们说，就这个，对，对，哦，就他们就是原来什么祭祖啊，都有一个，就像是每年都对对对，这个就你这样就简单了，拿张的，你把这个尖吧往上，你就那么一盖一盖一盖。原来你每个得刷印嘛，不得？我看他这神辈儿，就这个禀教沙门嘛。禀教啊，对，禀教呢就禀着这个佛教，嗯啊，然后呢就说讲一讲今年过得怎么样，明年希望更好。不搬家的时候，这次数挺大的。我跟你说，它这个为什么叫十字道？它是京西古道的东西道和南北道交叉的地方，叫十字道。中心。对，在网上一搜十字道安九良，是，一九四几。还是找任老师那次，对，是吧？才这样带你来，就是这旅游的玩的呀，都属于了。那现在对，也不少了。到这儿渴了，喝点水，饿了吃点饭。对对对，好多教员队都在这儿住。他来几十次，说是这个炕都住过，对，这个屋也住过，对，这个院也住过。他们来对，我们他腿不好，腿脚不好。你一说腿脚不好，我这就开始疼，我就是腿脚不好。我拄个棍儿，拄个棍儿。看看咱们先爬到山梁上，看看铁头山。这都是古道。他是一个先锋工作者，也是一个嫖客。我的妈妈是个农民，他是个超市丈夫。铁头山那是好高啊！那铁头山好远呐、啊！你走过去都很远呐、啊。对，走过去一个小时走不到。咱们到山梁，到山梁上看到更好。能看到山梁，能看见潭柘树。如果埋伏太大了。怎么走回十字道？得走山脊子，好像有五六公里呢。那年下起雨又多，然后它十月份最是茂密的时候，不是现在那么多人爬呀。得矿帮找一个风水，但是我们要离石头别太远啊，就是附近。你觉得山顶好还是你坐的这个位置？肯定山顶好吧？嗯，还有我。还拿出法器来算一下，这不是，快点，看看罗盘，拿出法器，看罗盘，拿出法器来看，找，还得找一个离那个石头堆料场别太远的。你这，南北，对，新胖不是新胖的，这个位置，就这个位置啊，这个位置太好，你看，悬崖嘛，这不应该，对，定这位置，看，对，你这，来。德矿，看好了风水了没有？还没找着北呢。没事，你掉下去了。这儿好。啊，点击。这边北，这边蓝。这边东，这边西。不，咱们就看，它底下得有东西吧？咱就最后往里塞。来，西。搬石头。西。搬石头吧。你把基础搭好了，搭一个是塔还是马一堆啊？塔，
啊，稍微正规点的马尼堆好弄。来，看好了吗？风水，我真是个罗汉，这真是。那也，哎，这挺贵的嘛。来，思明，啊，这块太沉了，刚才这边等会儿你的那个，你这个。我靠，这关键时候，哎，好，哎呦，哎，哎，四角的啊，腿好疼啊，四角的完了不好摆，你看，这是打树的，不能打树，反正就是大概有这样的哈。哎呀，好，哎呦，我们比卡紧，比卡紧，八十乘八十。对，你看，地基还挺结实。这海华树它有骨头里边肌肉全是，骨头里头都是肌肉。好，哎呦，哎呦，想起那个雨果来了吧？哎呦。哎呦，嗯，这个好。这个找一个高点的。对，你看它很结实。里边填满了。哎呦，哎，好，来来，可以。你别着急，你就把它塞住它，肯定没事，它相互压着的。哎，上面。拿小缝把它塞住它。还有飞檐吗？待会儿咱们这飞檐最后弄。对，你要塞进去。哎，对，得塞进去，填满了肯定没事。四五十斤。哎。对，这不你插起来吗？就是。对，大的它压的它就不容易倒。来来，这做一个碑。哦。哎，这就行了。咱们这个碑上写什么字儿啊？华。集体讨论一下规划。这个是来啊，华，背上写啥字儿？德华想想，你出一个主意，你出一个主意，一人出一个主意。啊，完了最后这，孙明你觉得？招仙塔。你觉得呢？主意什么？那我再想个什么？招仙塔。招魂塔。嗯。他们说是招仙塔。三票已经决定了。哦，招仙塔是那个八大处那个，那是辽代的招仙塔。小招叫李建辉哈。哎。小老铁呢？你把老铁的加进去啊？不加老铁，老铁那边有一个了嘛。哦。大家想想，要不咱们叫小招仙塔，咱们低调。哦，低调。小招仙塔，招小仙塔。这，这把狐仙也叫来了。蝎子，你看，哎，咋个蝎子怪呢？好，我说你每年我们来就给它加固一下呗。对，每年这精通各种雕虫小技啊。这一会儿用完了水了的。悠着点儿，
基本上按照你们增加了增拱的路子。给吃踩了，踩自己，踩自己。你看，找一个地儿塞进去，别让它掉着。先把那个供桌吧。当然，咱们再找一个，找一个那个，找一个方的石头。搞一个功德箱来。你给小赵点一个。再给我点一根。小赵给小赵点一个香。哎呦，这真太隆重了。点不着了。有风，你必须挡着点。插进去吧。把打火机给摆个垫子在这儿。来，那个这小孩的，咱们看着点，看着有那个灭了，咱们就走。正好，哎，你看看，那三个灭去。没有酒啊？没酒，那个。明天再拿啤酒来。你替他喝了吗？哎呦，挺像怎么回事的？就到的这个供台前面一点就行，就是小给小赵喝口，哦，喝口酒嘛，哎呦，茶嘛。这你都懂啊？我不懂，瞎。哎，对。喝口茶，别喝酒了啊！别碰，别。想开点，等烟灭了，咱们就往回走。灭它这个仙塔挺好的，是小昭仙的。你这个小昭塔的话，可能不那么好。那当然不好。这很代表很高的仙的。右边最高。这个，我你看我手指啊。看不清楚啊。就是最高这个吧，它铁架子后面那个。铁架子后面那个啊。明白了。这个你瞄。看见了，看见了。我看见了铁塔，铁塔后面这个山。哥几个来找你玩来了，哎呦，你都有曾孙子了，太幸福了。我们该吃饭。他们那个棺材放在哪里？一个棺材是。没有，不要急啊。这个咱们一会儿去。空三亿，还没有完全的，有几个？走。一般没事。这里还给你。你看塔的塔的地宫里，塔肚里给你送了一个你最喜欢的小宝贝。六合啊，玩吧。这个蛇，这个蛇子是怎么写的？这个蛇子就是一个骨头，就头子啊，头子。对。走吧，德胖。走，咱们去找那个三官庙。三官庙。走吧。再拍一下夕阳，你看。小孩过家呀，你哎，这一束桃花，你看，哎呀，废墟与桃花啊，寂寞开无主。你给老铁留那个纸条呢？哦，碑还不在，连壁画还有。过来看壁画。庙是个小庙是吧？就三观，三观，天观地观什么这样的。这个是你写的，不是房间写的。这村里原来经常翻新了吗？四五座庙的。经常翻新了吗？土地庙、关帝庙、娘娘庙，都有。因为这个村比较出名，来了就是路过的客人往来的什么的都得拜一拜。还有冰箱，我操，真有冰箱，保险柜，我操，这牛逼啊！你看，写的吗？你看。来，咱把那个文化先搞一下嘛，再来做个香嘛，这里。不，出去啊！别来，这院子啊，走了。好，没事没事没事。哎，到普通了，对。哎，他们对，就是我们不太熟。对。
过来一下，哎呀，哎呀，那我自己弄嘛。这小子真是。我知道有东西了，有可以有东西了，知道了。谁可能来不能白来啊？哦，是吧？八年说的。我说我们不能白来。这任务扩大。在雾中，在茫茫大雾中，在十字道，在门头沟十字道路旁的茫茫大雾中，我挂起了这个真德矿事业会的魂符，祝愿德矿民谣走出香河，走出武冈，走出湖南，走向世界。这个东西有意义了，知道吗？你拍这个，拍得起的。待会不着急啊，咱慢慢走，是不行，这是我们的工作任务啊。行，出来了吗？这什么意思啊？要发表演说吗？中国穷人协会为什么要成立这样一个协会呢？它当然是个，就是很民间、很屌丝的一个协会，很屌丝的一个，这个民间组织，它代表了一种希望，它是希望。就这些中国的穷人呢，带领这个中国穷人脱贫，致富。所以中国穷人协会是为了将来能使中国穷人变成中国富士人，这个二手玫瑰有首歌叫让一部分先中国人先富起来，那我们的目的就是让一部分中国的穷人先富起来，代表了一个美好的祝愿。我的演讲就差不多了，我的解释。
没事，没问题吧？这个路边十月份，哎，你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来，这个没事的，可以了吧？可以吧？可以，可以。你挂那儿，挂那儿，你这帮人来来来来，我顺便来挂挂挂挂挂，把烟头踩灭，烟头一定踩灭，一定踩灭了。你这是什么内容啊？他就是他是诗人，他想到处朗诵诗。不是这个征德是什么？他叫征，我叫他名字，我名字。他名叫征德矿，那没事。我森林防火就是好啊，行啊，好好。方丈里有顶呱呱。行，好，押上韵，要怀上韵，怀不是押上韵，押上韵。喂，这，那你不要把那个牌子扔了是吧？嗯，行，你朗诵吧，你太高了，不是挂的那个，挂那个，啊，不是挂这边，搭在上面，要挂这个这个树，嗯，要挂这个了，我那边是，我就有个办法了，你别挡人，哎，行。我有个办法了，行，挺好，哎，挺好。你看，哎，不要，这跟现成弄好了哈。太高兴了，你这，哎，我给你拍一下。我跟你说，他平时找不到听众的，我跟你说。拍一下，挺好的。先别打110啊。你是第一个听众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一路上。不是，我们110不准你随便乱打110。我们打110就上来。这一路上就找你一个听众，我跟你说。嗯。森林防火，哎，就是好。嗯。发展旅游顶呱呱，哎呀，好，听着是。还有酒呢，喝酒的事呢，啊，怎么说呢？还这个地方叫这个，十字道附近，十字道。对，十字道没说呢。这不是十字道，这是花沟。哦，花沟。花沟。啊，下去是花沟。对，这就花沟。哎，这好呀，你看。花沟路口有花采。这下去两里地就是花沟吧？待会儿咱们到花沟看看，好，采点野花。你把策划思路给打断了。嗯。开始，你接着。花沟路上，不是你朗诵，人家朗诵啊。他朗诵也可以，我再加入一个互动，互动词儿的。哎，我可采访一下。这个世杰老师，就是个，你对赋诗歌这个发展前途有什么看法？有什么预测？妇女诗歌在中国缺乏发展，所以我们一会儿要到花沟。去看看中国妇女诗歌的发展，赋诗歌。哎，这个，谢谢大家。有点跑题。赋诗歌赋就是妇女诗歌在中国缺乏发展，所以我们一会儿要到花沟去看看中国妇女诗歌的发展，赋诗歌。哎，这个，谢谢大家。有点跑题。赋诗歌赋就是不负人民的重托。好。哦。不负祖国的期待，这是正能量的。不负。我这个老子还清鼻子，那就鼻子把鼻子清。我想想，没就义了。负起诗歌的责任，负起艺术。这个负起艺术的怎么说？负心汉，我们就要当负心汉。哎，这个负字有个负字，是吧？我好歹高中毕业呀。虽然您来了，给我带来了。您朗诵一首，您朗诵一首。我是农村出来的，下乡。朗诵一首跟那个阳谷有关的，《大运河·阳谷十字楼》。我不太这个我不太了解这个东西，我们还是要把这个这个怎么说呢，我们就是一个还有一个穷诗人协会，这个穷诗人协会这个团体啊，这不用了吧，也在这我俩这个发起人也可以扯一下吧。啊，来，我穷诗人协会也是发起，你是哪的？他顾问，顾问哪？我会长。那我手抖的。还有这，还有两师傅，师傅来，你帮我，不是我不能哎，我不能帮你，我现在执勤呢。对，上班呢。来那个，来这不神仙老乡，反了。我在这就行。那你扯上，我中间我会长，你顾问这。你俩扯去。哦，对，来，行了，扯平扯。哎，这谁写的？这是，待会儿让他给您。这是一个民间，这什么是相当一个乐队。这现在给提说什么词儿了？这个还你把摄像机这个警察叔叔也是。这写的是什么字儿我不知道。中国穷诗人协会嘛。哦，因为咱俩是那年在了小姑那地方，我们俩商量吧，你就是。中国。我就说这个崔，我就。他们给这个西川他们授了个奖，多少万，50万吗？几十万，10万吧。穷带穷哈，
开始吧。啊，行，开始。不负人民的重托，中国穷人协会，也是一个是富士克的一个宗旨，也是中国穷人的协会的一个宗旨，就是不负人民的重托，不负祖国的使命，不负诗歌的责任。富士歌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的夹缝中它产生了，它的发展距离要经历很多的坎坷和曲折。昨天我们在这个狮子道那个一个小山坡上，这个由这个由赵世坚和孙明两位先生以及后我和小华，他们在一起给了一个小昭弄了一个叫小昭仙塔是吧？啊，裤子稍微往上提提，就跳了。我觉得很有意义，为什么呢？在很多人把小昭忘记的时候，这个小昭的曾经的老师啊，引导者，这个阿坚先生就是还是没有忘记他。我觉得也是一个同志间的友谊，也是意识要不要掉眼泪啊啊，老同志啊，不要掉眼泪啊，注意区块链啊，区块链啊，再走再走，孙明老师，你说几句对富士歌和中国穷人协会，你说几句可以吧？没你一定要说，别客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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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富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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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贵吧？唱一首，不贵。那我唱什么了？对，唱啥了？你唱《富士人之歌》。不，这个歌还没写出来。张嘴就来嘛。我来首可以，来吧，再划上可以吧？不再划上，得跟这个情景有关的。即兴，留点这到花沟里。对，一会儿你到花沟里。好，对，他那个景更美。好，这哪儿搞活动啊？你别忘了，那个在有屋子，好歹他是给他写一个穷人协会总部。啊，总部。对，你看总部嘛，那个大石板挂一个牌子。对，是吧？哎，对。总部找着了，德矿。花沟总部，为穷人协会添砖加瓦。好。支部对，总部呢？总部在凤凰。不知道啥。发过小组。发什么？发过小组。发什么？发过。发。发。发过吗？发 Q 了。哎呀！干这事，干这事。到底是穷还是富啊？都可以，这都是两相通的，穷富都相通。但是没有分别心。改的话是富也是为了这穷，穷写穷是为了富。富也是为了穷，穷富是人。好吧，穷诗人赋诗歌是吧？随便弄，不知道写什么呀、啊？就是你说的挺好。你说的穷诗人赋诗歌。穷诗人啊，赋诗歌啊，协会啊，完了，这风景挺好的呀，是吧？太符合穷诗人赋诗歌了。苍茫大地。穷了诗人，富了诗歌。你刷牙了你、啊？这哥们厉害，这哥们厉害。这野村里边听这声音太厉害了。待会儿等你贴好。好。哎呀，他妈的！你看，这牌子挂不起。啊，协会分部啊。支部，协会支部。支部。
妈的，这屁他妈的！算了，他妈斜着先。哎呦我操！这他妈的挂不了，妈了个逼，屎这么大地方挂。完了，淹血了。啊？这里边太黑了。黑不重要，主要是你把这个破屋，这个破屋，这个。你黄金哥。你看这效果，你看，哎，你看这效果，串过去，拽来来来，这几个代表了，三个代表了，站那儿就老宋，三个代表上来，你一个代表，三个代表，现在必须三个代表，至少三个代表，要不显得我们太寒碜了。来，你凑合凑合，你现在来，发，来，三个代表，至少三官庙，上来，这个台舞台上，真是，马上走啊！哎呦妈，这你要搞个严肃点是吧？严肃点，严肃点，还要念经吗？我看那大师说能念佛经，那他能念佛经就可以，那佛经就是。你站人炕上，不可以站着好，这个效果特好。三个代表。来，这个别碰，一碰他妈别倒了，操他妈倒了，妈的！别动！别！妈的，丢了命可以，我拍为了拍这个。丢了命可以啊，不可以。啊，不可以。对。来，三个代表。若为护持哥，一切皆可抛。来。三官庙啊，开始吧。哎，过来，三个代表，这是说几句。你先说，你先。你说。这个穷是先带了个穷字，它实际上是为了某一天将来就致富，咱们这有这个寓意在里面啊。您过来给我们念一段佛经啊。我不会呀。朗诵首诗。我真不会。那您。过来给我们鼓掌，过来给我们鼓鼓掌，哎，站这儿给我们鼓鼓掌。我跟哪儿鼓掌就跟这儿。等一会儿，老宋，先，我好不容易观众好不容易来，妈，咱别打起来。好的，这是第一个热闹。预备起。今天我们来到这个门头沟，永定镇花沟村，那么这是个惠村。我们来这里也是非常出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来到这里，那么接下来中国穷生协会组织这么一个活动叫真德矿四月会，接下来待会我为大家表演出来，也请这位师傅我们这个唯一的这个观众，别说唯一啊，哦，不是，人家以为好多人，好多人唯一底，这唯一的，不是，镜头掐了，哎，不是，这轱辘不是。还有很多寂寞的石头，还有寂寞的树，哎呀，给我们寂寞的石头鼓掌，欢迎。你先来一首，你干嘛呀？来一首，我你先来一首。不是你干嘛呀？咱们要唱起来这个舞台，这是舞台。你等会儿，再坚持一会儿。Lady， 哎，怎么说 ？Lady，Lady，Lady， 真的，真的给大家表演。各位来宾好。哎，对，我还有乐器。在我们这个，在我们这个伟大祖国的。花都花沟村，是一个古典文化非常有韵味的。今天呢，伟大的诗人曾德矿看中了这里。听说花沟以前有很多民间的故事，著名的浪漫的爱情故事。为什么叫花沟呢？请问问这文史专家。又花又沟呗。快，你拍没拍啊？我怎么没拍？花沟，讲讲花沟的故事。古代原来潘金莲，后来他流落到哪儿了？潘金莲长了一朵花，后来被谁勾走了？你这没押韵啊？那怎么着？不，潘金莲是在这儿过来的吧？你别管了，大师，过来念首佛经。哎，你拿豆子了吗？得，别话，你这，别话，你这，全拦上了，吓一跳嘞！我操，你小心一会儿。我跟你说，你唱歌时候咱们出去是。拍这个马屎。我们就是朗诵诗。对，朗诵诗。什么叫穷诗啊？就是没挣着大钱呗。我念的不好。来，您上舞台，不用佛经也行。这个以后我跟你讲，花沟的以后就火了。
这个挂上去，挂上去。那咱谁不喜欢花钩啊？挂哪儿啊？哎，那这个也可以放高点嘛，这个这样。我这全拦住了，人都看不见了。放下面。这怎么？应该把这儿给他怎么着？不，就这样听吧。我怎么这样听啊？就是欢迎这个。您，我怎么称呼您？待会儿我拿个东西啊。吴大师吧，就吴大师。来，曾胜，你快，你过来了，你是最重要的。我来拍拍。你别拍了，你这效果就来唱你不完。今天我们在花沟村一个废弃的古村，对，有幸遇到了，有幸遇到了吴大师。这人吴大师对中国传统文化。好，我们把一个这个佛教真的经典，嗯，诗歌艺术都有相当深厚的见解，所以下面鼓掌欢迎吴大师朗诵。好，嗯，下面我给大家读一首《心经》，请读的好不好，请大家多多的关照。嗯，我现在开始读吗？好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愿闻得住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般若波罗蜜多心经，唐玄奘法师，三藏译。读错了。南无阿弥陀佛，没关系。阿弥陀佛，读先后顺序没事，不重要。只要哎，重来吧。不是你哪儿错了，他可以给你掐了。对 对, 对，重新来。接着来，没事。您把从错的我从给你读吧。好，嗯，好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般若波罗蜜多心经，唐三藏法师玄奘译。般若波罗蜜多心经，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，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舍利子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，乃至无意识界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，无苦集灭道，无智亦无得，以无所得故，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，三世诸佛。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故说咒曰：揭谛揭谛，波罗揭谛，波罗僧揭谛，菩提萨婆诃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好。吴大师，我送您一首对子啊，这个对子，因为我刚才听您念佛经，我特别有感慨。嗯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北有花沟古村。别走，还表演，正式节目还没开始。对，部长，我们时间很紧。对，好。下面，曾德矿四月欣赏会，2019年第一场，在门头沟的第一场演出，正式开演。下面，第一个节目，口琴独奏。接下来为大家展示一首德矿民谣新作。
在华山。终于唱了，我操，说了三遍了。你得打个点儿啊。在。有风冒着热气，散落在路旁。星星眨着眼睛，神奇在山岗。我一飞看牛粪，一飞看星星。我从牛粪看到生活的希望，我从星星看到遥远的理想。我从牛粪，我觉牛粪很美，星星也很亮。我觉活着真好，有饭吃真好。在华山，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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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。火车拐过弯道，转也不见了。候鸟飞过头顶，消失在山岗。我想跟着火车一起去他乡，我想随着飞鸟飞到我家乡。他是一个护士，写诗的护士。我是个流浪汉，写诗的流浪汉。我觉华山很好，有女人真好。我觉活着真好，有饭吃真好。我想留在这里，有一些忧伤。我想离开这里，有一些彷徨。在华山，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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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。小路寂静无声，我站在牛粪旁。星空无限辽阔，我站在荒野上。我想留在这里，有一些绝望。我想离开这里，有一些忧伤。他是一个护士，写诗的护士。我是个流浪汉，写诗的流浪汉。我觉活着真好，有饭吃真好。我觉华山很美，有女人真美。在华山，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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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华山。哎呦呦！谢谢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好，谢谢，好，音乐会到此结束，好，好，到此结束了，走，走，咱们还还有还有下一个点了啊，还下一个点，石头你背回去干嘛？支部已经挂牌了，钱愿意背你光了，不是支部挂牌了，这已经，孩子从西藏背了块石头回来，西藏。真的两块吗？一次背一块，比这个就这也就这么重，它是叫叉叉，叉叉。叉叉那不是石头。他就背的叉叉，佛像啊。石头，叉叉。他不是石头怎么了？石头都浮掉那个佛像发的。快点快点，他是那个什么，在这俩再过俩村子也背不动了，我跟你。那也必须背着，他妈的这个下午是将来，我看有价值的这个。这也能听到声音。对对，能的，这是你看。一会儿给你听一下。你看，您许来一个，来一个。这羊叫。行了。哎呦，好好好。大哥，大哥，大哥。哦，妹子。八哥。八哥。八哥是这样吗？八哥，你好。你好，鹦鹉，鹦鹉，两个声音哇，同时发音，同时发音，八哥，呼麦，是不是头发那八哥吗？后勤哥是播种机，后勤哥是宣传队。弄个这个呢，就小招了，他自己就没一块，他主要是。
们那个叫花海。孙明，孙老师，孙老师，哎，那么兴奋，我大蟾蜍，我靠，哎，有点像，大蟾蜍，我靠，有点像癞蛤蟆，啊。您这反应太快了，您和反应慢点。哦哦哦，这是一只大蟾蜍。刚才花沟找你去了，出来吧。你媳妇儿等你十一年了。出来了，出来了。睡吧，睡吧，要不。不理你。黄昏的暗影中，癞蛤蟆从阴沟里爬出来。他头上的毒腺像皇冠威胁着我们头顶的星座，他有话就对着这世界说，也不管人们是不是愿意听。他从来就没有希望过什么光荣，他癞蛤蟆从阴沟里爬出来，接受命运审判。不坏的唾液，在花沟哟，在花沟哟。我的脚，快快快快快！我的脚不是，是绿的，有棍子，有棍子。流浪的，会流浪的，不是，没有会写字的流浪汉。确实，我可能走不下去了，咋办？我害怕下去了。在这修行呗。修行他妈不是修行的，这把棍儿啊，先扔下去。我先下。有人吗？唱歌了啊。他是一个护士。在花沟哟。我先下去一趟，我再把你背下来啊。有锁链，你怕什么呀？人呢？呀哈呀哈呀哈！快点！好了。我推没劲，这是。是，如果你掉下来，你挣脱的是只是锁链。这有点像在划船的啊。跟你俩现在怎么都害怕他，害怕什么？害怕这绳子链子绳不了这么多人，怎么可能啊？三个人绳子吗？怎么可能呢？这什么链子？这什么锁链？这是什么锁链？反正也是。你真的话别掉下来砸着我啊！不会吗？放心吧啊！没事，你掉下来，我还有扶我垫着。
万不莫错。在华山。哇，这不行了，到了。洗个澡吧。